哎，你看他这边是什么？哇塞，胸前两朵，哇，胸前两朵大红花。来，你转一圈好不好？老牛在腰间，就是常去重训，所以有就是有其实看得出，就是有肌肉，有腹肌，对，今天重点是衣服，不要再拉了，拉是谁？哇，这还好吗？这个看起来还好，前两套好像都是 party 感觉，这还好吗？这个毛毛虫窗是剪子，这个窗帘还好吗？哇塞，这个衣服是这样子表现的哦，对啊，就平口小礼服，对对对，然后这样。毛毛虫会动吗？不要玩来宾的衣服啦！他的衣服是这裤子太大件了吧？哎，比较起来这个太脏了吧？可是那个是高腰啊，那是高腰。我们不是管他高腰，只是偏脏。这也太脏了。他原本是白色吗？请刮顾啊！哎呀，为什么不洗一洗啊？这样的确太危险。接下来衣服会长起疹子，这条就厉害。哦，这个很短哦，这个很短哦，就在跟衣架底下。这个是贴裤，对，而且这刚好贴住那个内裤，再开更狠，然后这也很狠，更狠。他喜欢穿这种类型，这种侧边这边，侧边这边，侧边跟他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看，哈哈哈哈哈，所以说基本上来讲，他比较危险的是这两件，两件牛仔，比较不是还没。令我们好奇的，真正好奇是这一件。对啊，那也那上刚刚那了，哎，我们把这件留下来，让他解释一下。而且，哎，尺寸也差蛮多的。对啊，这是高腰，明显比较大件。哦，他那个可能是他前男友的。太热了，忘了。来，请看剪影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我看，哦，所以有心跳，有备而来，有备而来哦，高挑，高挑。摄影师啊，对对对，棚内的名字非常贵，待会再告诉你们。OK， 身高166，体重46，32D 24、34。OK， 摆不停哦。他的名字待会介绍给你们，千万别吓到。好，哦，哎呦，鞋子这个还在，哎呦，猪猪鞋，好别致啊。哎呦，站好站好。哦，哎，这个裙子贴屁股啊。站不稳了，哎，你看他这边是什么？哇塞，胸前两朵，哇，胸前两朵大红花。来，你转一圈好不好？老牛在腰间。哎，欢迎，哎呦，欢迎谁啊？欢迎鸡鸡。鸡鸡，你好呀。叫鸡鸡，鸡鸡的鸡，谁管你什么鸡啊？鸡鸡的鸡。哎，这个鸡鸡这两个。字是带来，高中是机械群，然后大学是机电系这样子，所以叫独双机械，对对对，机机。OK OK， 你为什么要穿这么性感？我觉得很漂亮啊，漂亮，漂亮。平常的习惯穿的就是类似这样。而且我有在健身，就是常去重训，所以有，其实看得出来，就是有肌肉，有腹肌，哦，有腹肌，我以为在健身，我也会练。请拍有性感照，性感照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哎，那条牛仔，那条白色牛仔裤，白色牛仔裤，这样，别来，这各位，可是他不像，这样子玩一天。就这么脏，就脏了，就脏了，真的。到现在还没。它很大，可是我有折，我折一折。不是，我们现在不管你知道大不大，怎么这么脏啊？因为玩一天嘛。哦，玩得很近。OK， 来下一个。有没有洗？哦，哎，还是同一条，不同，不同，不同，小条，小条，这个小条。不是，你们各位说性感一点的，不要讲小条的。OK， 最屌哎，睡哦。那你去参加人家婚礼，你也是？之前有参加过人家婚礼，然后。来宾有几个就认得出，因为他们有追踪我的 IG， 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我在追踪你，可以跟你合照吗？”然后就很多人我合照，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比较少人出去，然后就是合照完了出去就觉得很尴尬。哦，你比新娘合照还多是不是，就不好意思啦。哎，我但我这么臭屁，没有。那你那边是穿什么？不然怎么？对，大概讲一下，大概对对。沟也有，腿也有，就紧身的。哦，那难怪。对，就是性感类的改良旗袍啦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刚刚看你的照片都还蛮清凉的，尤其是你的事业线都还蛮明显的。那有没有遇过那种，比如说对你有不礼貌啊什么的？咸猪手，咸猪手之类的。嗯，你知道是什么咸猪手吗？
来，我们来演一遍。我人生第一次跟团是去年去巴厘岛跨年。OK， 哦，对，然后我就第一次跟团，结果那一团都是六开头的六十几年次的老，就是老人团。六十几年次，他们有五十几年次的。六十几年次是老人团。我告诉你，加藤鹰也是五十几年次的。六十几年次是我是八叉的嘛，八叉，我八叉，你是八十几年次的，对，但是那一团都是六十几年次的，对对对，哇塞，你八十几年次，民国，对，民国八几年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快收山了哦，对啊，八几年，八叉年，然后就是有那个一团一个阿伯，他长得像孙中山，他不是重点，然后他就孙中山，这是重点啊，这是重点，然后他就是我们五天，我去哪他都。远远拿着长焦一直狂拍我，然后我在就跟朋友穿比基尼在沙滩玩，自己玩，然后他们就是无时无刻自己自由活动的时候，他都跟着我，我去哪他都拍到哪，然后还就是都是大晃，因为长焦嘛，然后就很近，就是我的全部都是我，然后还给其他团员看，你看我拍到的。然后你在海边浮潜的时候，他在海底里面那样，你是拿长焦对的，就是自由活动他都跟着我。在洗澡的时候，洗一抬头他也在上好的，那你现在单身吗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想问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如果我们这几个在场的要选是吗？就是你看的比较顺眼。我喜欢高的是第一个，就是180，要180以上。他有180几了，对不对？180可以。他可以吗？可以。可是他不允许你穿这样哦。真的吗？完全不允许哦。我可以加一小件外套。加一小件外套可以吗？可以防晒，突然可以，突然可以，练起来。搭那条白色裤子，那个穿起来也好好看啊。不是，没有关系，可以可以，再洗一下。好，再去再洗。好可爱哈，哥帮你洗来一个。哎呦哎呦，少国帮你洗，那现在去洗啊，没事啊。OK， 那你觉得张立东丑不丑？不丑，太随性啊！不丑。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优点，我只看他帅的地方。那他帅的地方，帅的地方来讲一个，讲一个哪里？光是那件衣服就觉得帅了。这是不是我的？不是你的。是见闻的。那你这个中分这样弯，就跟你的脸搭起来。对，你是弄的。这就在你的头上。你看一下，我原本就有的。你原本有的。眼睛单眼皮也很帅嘛，单眼皮哦，单眼皮很帅。为什么逼一个小女生这么帅啊？对，他最帅的。这个，最帅的。真的，真的，我手表，全身都很帅。哎呦，对位，那个。有，你知道年纪，男生年纪到了40左右，30几，不是张嘴了，是口袋的钱，不是，帅的是内在，已经不是靠外表了，就是沉稳厉害。但是我十几，哎，他怎么你好？他怎么刚刚看到什么？太随性了，他用手势抵出了自己的个性，这样厉害，名字比人名字哦，露出。那请问一下，他这个帅在哪？就是内在，内在看不见的，很沉稳。外在完全，我的人生阅历，对不对？对，阅历看了就是人生履历。那个翔哥，哎，翔哥，翔哥一直从头到尾都很帅。我看你的片啊，看我的片，你演的，之前我小时候。新兵日记，哦，新兵日记，我知道，那时候知道的，小时候多久了？没有，蛮久，没有，很久很久了，我还看两遍哎。我给你掌声鼓励鼓励，喜欢，把它签下来，签了，签下来要做什么？把它签下来，要做什么？坐旁边，修一些，就在那边讲话，做点灯啊，都可以嘛啊。打杂的，签下来打杂的，你还没有问大家衣服。衣服，对，今天重点是衣服，不要再拉了，拉是谁？来，几分？危险几分？危险，这个一样也是8分哎，八分，对，8分了，八分，你呢？7分了，7分哦，我觉得不危险，那北宋什么？没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危险，没有危险，对，那刚5分嘛。这个大概6分了，比这个危险一点，因为它短嘛，短裙的关系嘛，啊，短裙危险，4分，哎，对，但是他的人会让这个东西变直接变8分，对，因为他会乱弄。
因为先只是会变对，他比较奇怪。我本来以为是八分，但认识他会变六分。为什么？那天真烂漫啊，我有任何邪念，烂漫，所以烂漫嘛，整个人随随性啦，对啊，纯勾追尬，哎，勾追。你这我看你是两分，你是两分，没有很没有危险的，不会太危险。你现在可不可以表现一个十分的勇敢？十分吗？十分危险，要脱掉吗？你看，脱掉就十分了。请坐哦。